这不是快换季了吗？又得买衣服了。平常人家都说20大几了，穿的还跟隔壁小孩一样。这次我也准备给自己整一套西装穿一穿。不过这市面上一套西装还都不便宜。于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西装盲盒，200元扎四套，专业对口最重要。先看第一个啊，紫色的，这颜色有点范特性啊，现实中我还没见有人穿过，估计是一般人招架不住。但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我不是一般人，因为我的颜值还有这个气质。就摆在这儿，所以这个穿搭方面，我就是那个行走的衣架子。哎，这衣服，哎，还是高领的，有点那个德古拉伯爵的味道了。上半身比例还差不多啊，就是我这胳膊，哎，哼，还有大半个在里面，而且它这个屁股还是分叉的啊，方便我们平安欧里给。前面呢，刚好到我们的牛子，窝尿的时候就不会溅到手上了。下一个，这套感觉好薄啊，拆开看看，哎。哇，他自己单领带跟白衬衫，虽然是薄了一点，但感觉比上一套高级多了。哇，哎，啊，牛啊 ！3D 打印技术，好了，我操，有点成功人士那个味儿没有？好，下一个，呜、哦，呜、哦，领带、白衬衫、西装。3件套，哇哇哇哇！商务职业工装，改变白领生活，白领穿的，是不是很完美？是不是很哇塞？看一下全身效果啊！这腰我穿的好像有点大，找了一根麻绳给它系一下，领带抽出来，好，怎么样？有点那个商务白领的感觉。这袖子有点长啊，裤子呢有点像拖把，很实用啊，可以边走边拖地。不过总体呢，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，只需要再吃200斤，哎，就可以穿了啊。最后一件，哦，哎，这个腰还带松紧的，这还是戴帽子的。所以这到底是个啥西装？妈的，200块钱买了这些。南部老兄，操他妈的，毕竟在外家是他妈。